嗨，欢迎来到海报日常，愚人节快乐，耶！对不起，我平常很老实的，我不会骗人的。今年呢是我第一次拍愚人节企划，我就在想，我到底要怎么样呢，才有办法拍出一个很好，人家可以骗人的企划。以我个人的能力呢，我觉得离开台北呢是最好的。我呢，我的标题没有钓鱼，我是真的离开，把东西搬走，然后呢再搬回来啊。所以呢，我是真的有离开台北，但是呢只有一个小时而已，好不好？不要担心，我这个人呢，台北寸土寸金，你知道吗？离开那里呢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我也没有多的房租费可以付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极限呢就是10000块，我们不用花再多了。再少呢，台北的房子各位都知道，非常的宝贵，好不好？那离开了这个工作呢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哪里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工作呢，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啊。如果有一天呢，离开这个工作呢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哪里了。那这个工作呢，我非常的喜欢哦。人遇到喜欢的工作呢，无论如何再苦再累都会做下去，好不好？明年呢会不会有这个企划呢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就敬请期待今年愚人节企划大成功，耶！为自己拍手 ，OK， 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来帮我订阅一下。我是海报，海报日常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